这个乔生特别把西班牙的主裁判介绍给大家，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次比赛规则上的这主裁判下面做手势啊，跟张手之间传啊，来自辽宁的。的失误，比分落后，但他们两个。见笑啊！前几个那儿25-18，但是没想到遏制对方啊，如何呢？利用我们整体的力量呢？这个调怎么能让把心态调整呢？战术中国队也有很多的特点，打完以后对队员那种表情都自信心很强，拘谨，要多想啊，精力集中啊，忘掉这个其他，最终的几个漏洞，那么可以看今年的一传，首先一传顶得很不错，质量都能去救。刚二传确实劲儿。好的，二号位的这个进攻，其实挺难。这一拦一个，一拦一个，很好判断。是以25-21，很多的问题需要认真的总结。那么第一场小组赛输了，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真假，不做挣扎，不去笑话，我曾将青春还有成他，也曾指尖踏出盛夏，心之所动皆就此远去吧，这光行走任风吹雨打。
天空的蓝，别让命运折返没桨的船，别让黑夜都落在你的臂弯，让我来与你作伴。别让迷雾遮住了停靠的岸，别让你的世界这般不安，别让心中的光变得暗淡，飞过湖泊与高山。小小的梦。